然后关闭这个也不用，这个不用哦，因为我只有开那个开 my con 就是说 connection，所以基本上哈，我们大概就是这几行就可以了哦。大概这个部分等一下各位可以参考一下，参考一下最后完成的那个部分。那这个地方最困难，所以呢哈，我会把这个地方怎样改成一个叫 SQL，用一个 SQL 的什么呢？也用一个 SQL 的字串来处理。那处理的部分的话哈，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字串，那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边哈可以用串的，我们可以参考的话，基本上可以参考一下这边的 insert into value 什么什么有没有？基本上就是这一串。那这一串怎么做出来哈？如果各位等一下要做的话，假如比较容易出状况哈，那特别是那就可以直接的，可以把刚刚的这个 SQL 语法有没有拿来参考就好了。这个是第一行，把它贴到哪里呢？贴到这里。哦，那 value 这里的话是第二行，value，OK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SQL，等于它自己本身，空一格 and，然后再一个双引号头，然后这个分号可以不用了，因为在这边分号不用。那特别注意哈，这个空格把它拿掉了哈。那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最后面一定有个空格，因为这个空格如果没有的话，它会跟 value 直接连接。要不你就是这个空格在这里，要不就是在 value 前面的哈，反正一定要有个地方有空格就对了，不然会有问题。所以 insert into 哈，这边的话一定是传给他，一定 insert into，然后哪个 table 问题一嘛，那栏位的话哈，这个空格拿掉好了，这样会比较 OK。好，其实没有拿掉好像也 OK 哈。好，然后空一格 values，那 values 里面特别注意哦。我们贴上的这个地方单引号里面不是有一个值，对不对？这个值要放什么？就是放什么？放 A 嘛，对不对？